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Larry， 然后跟大家其实都很熟。那 MobileNet 其实从去年一开始，去年还是前年底，去年刚开始出来，我就觉得哇靠，这个东西可以在 device 上面用，然后就其实后来我就去下了这个 paper。其实这个 paper 不会很难懂，它算是在众多我可以看懂的少数的 paper 里面的其中一篇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有看，但是看了以后怎么配合着用还不太清楚啊。最近不是最近，大概今年他又出了 MobileNet V2 这样子，然后我就做了一些整理，然后刚好有在另外一个读书会有做一些分享。那今天想来讲说，因为大家我知道这边有很多的高手，然后很多的业界，我因为那天去讲的时候比较没有一些 feedback， 像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怎么去想这样子的 device 上面到底是怎么做才是真正的成型这样。那其实我头脑里面想的 AI 的世界，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皮克斯的那个片头，它有个台灯，就是跳跳跳跳过来，然后转眼看着你这样子。我一直在想着那样的世界，譬如说任何的那种当你的 device， 你的 AI 的 DNA 进去以后，我们世界会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样。那就像刚刚那个Damon 讲的，就是 device 端你就是算力你要很小，你不能就是不管是它的 CPU power， 不管你是它的 cost， 不管你是它的那个电源的使用，你都很多东西都是 limited 的状况下，你怎么有一个东西，然后让它可以就是又可以做到有 AI， 然后又不会很贵的。那 MobileNet 算是一开始比较关注的东西。那今天没有很严肃的规划，这个只是我自己写的一些 note， 刚好跟大家分享，大家就算是就是打发时间的纯聊天这样子。OK， 好，这个是 Google 的 paper 这样。OK， 然后我们开始看以前，这个是从Keras 的 application， 因为我后来基本上都是弄 Keras，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行是ImageNet 的 Top One， 这一行是 Top Five。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其实比较红的当然几个，就是 Inception、ResNet V2、Exception， 然后 ResNet 50当然是也是比较，然后再来就是 DenseNet 这样。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当它是譬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BGG16 它的 Top 5 0.713 Top 5 0.9 的时候， MobileNet V2 基本上它的准度跟它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它使用的 size 这个是 528MB， 这只要14而已。然后 Parameter 这是1亿3800万，这个只要300万而已。就可以看到说它所使用 的不管是运算力所占的 size 其实是相对来讲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然后当然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譬如套用 Inception 啊，或者是 Exception， 或者是 ResNet， 但是有几次我在自己在玩一些东西在 Collab 上面的时候，你常常就发现它就会 OOM， 就是 Out of Memory， 你马上就发生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然后因为可能它的用你的 batch 可能太大或怎么样，那时候有些时候我都直接就是去 call 这个 MobileNet V2， 先来看看到底它的这样，因为你基本上你用一个 pre-trained 的 model， 然后自己再加个几层或再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然后再看看整个 train 起来到底是不是可以 train 得起来，你希望很快的可以知道，你想知道第一个至少它有没有在认，比如说一个 binary 或者是一个Category 是有十种，你希望它至少可以训练起来，至少accuracy， 因为它不要说是 perfect， 但至少你要达到7成、6成，你就知道，它真的这样子的网络架构是有在学的，它有学到一个阶段的。那其他你要再去微调，再去干嘛？你希望它可以调到8成、9成，那你至少它你可以先到7成这样。那 MobileNe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V2 算他自己 paper 写说，他基本上现在已经还没有其他的架构可以跟他几乎一样哈。那 OK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他的
objective 当然就是说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就是能够非常的有效率的。那效率当然几个人讲，就他当然要先讲一些哦，就是 CNN train 啊已经比人还要好了。但是 size 跟 speed 是一个，就是在之前还没有看到比较显著的一个改善这样子。那但是说在实际上现实世界的应用里面，譬如说是一个影像的辨识这样，你事实上是在一个就是你的 platform 你实际上就是很限制的，譬如说像一些工厂，你是固件在某一个地方，你在运算的时候，其实你的 CPU platform 是要相当有限制这样。那在这样状况下，你怎么有办法？你要用什么样子的网络架构？所以它这个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希望 focus 是在一个就是希望就是 latency 可以比较短的 latency， 但是最后它也得到一个比较小的网络这样子。那 OK 好，它是。OK 好，那又一个比较小的网络，这个是后来他论文有提到，后来我最近有因为有在观察，有一些感觉，就是说到底现在一般来讲，现在网络的你要怎么去 approach 一个 small and efficient 的 network， 其实现在大概有四个方向这样，一个就是 network 的 compression。你会看到有一些新创什么，他有在做，譬如说你劝好的网络，你给他可以帮你做压缩。那当然压缩里面主要动作叫做 pruning， 就是网络上我们有一些连接，它会自动帮你判定哪一些连接是没有效的连接，它会把你砍掉。那砍掉以后，就是砍掉以后，它因为譬如说通通是零啊，或者是怎么样，它会把那部分砍掉以后，就是可以缩下来这样。我昨天去参加玩的一个科技部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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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inar， 那其实一个很无聊，但是我听到一个东西还蛮有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清大老师带，他现在说他也在做 pruning 这个动作，他说定一个叫做 pruning layer， 就是我这个 layer， 比如我一般 convolution 以后，我有很多的 feature map 的 channel， 但是我不晓得哪一个是有意义，哪一个是没有意义。所以我加一个 layer， 就可能是一或零，我去跟这个 channel 做 dot， 有点像是 LSTM 的 get 的这种概念。dot 以后如果是零，我看看哪一些，我让它这个 prune layer 就是一或者是零这样子，我看看哪一些可以让它是零的时候，就是我把 channel 变小以后，还不会影响到它的 accuracy， 所以他做一个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那我之前看到一家，至少已经看到两家新创是在做，比如你只要是 ONNX 的 protocol 出来的网络，经过它的这个 software 的调整，你的网络 size， 它好像是说可以缩到成三分之一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那另外就是 Intel 它最近不是 OpenVINO， 它也是号称它也可以做到同样的动作的。不晓得会师是不是？基本上现在我在做哈维尔他堆上去的 software stack 里面，基本上都一定会放这个 network compression 进去。都会每家都在做。他把它做成是，它会自动做 compression 吗？应该是说这样，在那个过程中，有些是像 offline 的 tool， 它就是当你在 tool 里面，它另外有些像重圈，就是把那个 model 整个缩小了之后，再真正丢去硬体。OK， 好，那因为我觉得这四点是其实比整个 mobile map 还要更重，所以我会想说这是。第二个是我在这边看到，昨天有提到，它叫做 distillation， 它其实上就这样，就是说我先有一个很大的网络，我已经串好，它很冷到一个阶段了，我希望得到一个比较小的网络，然后 accuracy 跟它很接近这样，我就用这个 accuracy， 这个小的网络。来去认这个大的网路的，所以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 output， 我的 target 不是用 ground truth， 我的 target 是用大网路的 output 当做我的 target 来做训练，然后这样训练出来，其实那个小网路很接近这样子，这个是另外一种。那再来一种就是 low bit， 可能这边就是那个 David 可能会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一些那个。
网络可能就是 flow 32啊、16啊，你可能换成 1inch 8变成是就是8 bit， 本来是比较多的 bit 变成是比较少的 bit。 那当然就最夸张就是 XOR， 就是01 01，你就不要用乘法，你直接用加法，你就可以。那当然 XOR 好像我觉得它的 accuracy 少的太多了，是不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用。那最后才是 small network architecture， 这就是 mobile net 的 approach 这样。OK， 那其实 mobile net 一开始它其实就是很单纯，它就是一个叫做，我看，那叫做一个 depth-wise separable convolution。它其实就是把 convolution 本来是一个动作，它把它拆成两个动作，它。做了这两个动作以后，它整个计算会少掉每一个 layer 会少掉，我觉得将近是十分之一这样子。就是它其实一开始它做的就是很重要，这个后来在很多里面就是有用到这样。OK， 好，那这边是讲说一般标准的convolution， 其实 convolution 我们知道它，比如说 filter size， 我们都知道，比如说3×3，其实它的 channel 就跟你的 input channel 是一样大，它基本上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东西，它的 dot product 它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然后，比如说以这个来讲，就是假设这个 DK 是3×3好的，然后前面 input channel 你可能如果是 RGB 就是3，如果你已经经过了第一层你可能是32啊256，这边就是 input channel， 这边 N 就是你的 filter 的 size， 就是等于就是你的 output 的 channel 这样子。 OK， 整个就是 standard 的 convolution 是这样。他说这样的运算其实太大，他准备就他就把它拆成叫做他第一个就是说，好，记不得刚刚我们是一个Input 是一个 M 的，我现在把它拆成只有一维，但是我有 M 的，然后我这样子我就会少成就是对，我就是 channel 的深度我只有一而已，这个convolution 的 filter 深度只有一，但是我用 M 的，因为本来的 input 是有 M 嘛，我就用 M 的。OK， 那我会先做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叫做，这是第一个动作，这第一个动作叫做depth-wise 的一个 convolution。它为什么叫做 depth-wise？ 因为本来 input 有 M 的 channel， 然后我就把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把一个立体的这个东西，我把它切成 M 个。就是来当作是一个 filter 这样，那马上会问到说，啊，那你这一边的嘞，这一边的怎么，就是 M 个本来一开始它是有关系的，那再来你怎么办呢？后来它第二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叫做，就是 pointwise， 就是好，第二个步骤就变成是 1/1 的，但是它的深度是 M， 然后我有 N 个。做完这两个动作，其实跟你一开始做的 convolution 的动作基本上是等价，我不能说是一样的，它基本上是一个等价，所以你该有的相关性、该有的乘法、加法，基本上它也就有了。OK， 好，那 OK， 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整个 mobile net 的一个精神，就是这里这样子，就是他做了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它可以省多啊？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加。对 ，OK， 好。N 是 channel， 一般 N 的 size 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 channel 通常会选择128、256啊，然后会选择比较大。然后这个 DK 呢，譬如说这个可能是3×3、5×5。譬如说我们选3×3来讲，它的平方就是9。譬如它会变成就是，譬如说就是128/1加。九分之一，它会省掉这么多，基本上那128那个数字太大，你可以不要看，基本上就是3的平方分之一，你的 size 会变成是九分之一，所以是变成是大概就差不多是零点一一多，所以你变成那本来的
computation 是100的话，你现在变成只有11而已，而且这个是 one layer， 他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作。OK， 这个就是 MobileNet V1 的精神，这个 OK 吗？这个就是，那这个怎么做？我有一个连接，它有一个，这个证明我这边不要讲，我有一个连接，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连接，它那个整个动画做得很精密，马上可以知道它的证明出来，就是跟我刚刚的那边是一样的。OK， 好，那我们知道说，所以它这边先得到说。Standard 的 convolution， 你可以用这种叫做 depthwise separable， 然后得到一个类似等价的一个 convolution， 它怎么运算？虽然它把一个动作分成两个动作，它基本但是它的运算可以省掉差不多，就省掉差不多90%，只剩下1/10而已。OK， 好。那它这边是它的 actual 的一个 network architecture 后，那它这边它要去，它再来它要去做一些实验。他说，譬如说，好，它中间有5层这样子，他就譬如说，他到底我，他就举例说，他想做个实验，我把这5层砍掉，我就变成叫做比较 shallow， 或者是。我去把那个我给他一个参数去乘完以后变成比较小，到底是哪一个东西比较好的呀？这是他要做的第二个去省他的 size 的一个实验那样。等一下 ，OK， 好。对，要干什么？我稍微想。哦 ，OK。他说那个大部分的 convolution 有一可以被一种叫做这个我没有去注意，就是叫做 GEMM 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做加速，他可以用这种算法可以去让他去做加速这样，他就把整个就是 network 的 architecture 那里面的层跟加所占的参数的比例，然后整个去把它算出来，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你大部分都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convolution 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做被刚刚那种 GEM 的方法去做加速。这个 Jason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对，这个我也。GEM 是那个 Bless 的一个，就是一个 package 啊。Bless 的就是一般我们在用的那个渐进代数的运算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帮。它就是一个矩阵运算的加速，好像是把它。矩阵拉开来变成一条直的来算，因为细节有点忘了，对。总之就它是一个 package toolkey 这样。OK， 所以它只是一个 toolkey 的方式这样子用，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做像一些 TensorFlow， 他们都是内建都是这个东西。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都内建这个。对。那他现在还要用第二种方法叫做downsizing 这样。downsizing 的做法就是说，我做两种。downsizing 的动作，第一种是 input， 就是一开始的 solution 的 size， 比如说你的 image 的 solution 的 size， 这个是第一种实验。第二种呢，我去譬如说我把每一层进来的 channel， 我去乘你一个 ratio， 乘一个 ratio， 比如说我的 channel 本来我设定是256，我如果是比如256，我乘以一个 ratio， 乘以0.5变成128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样？或者乘以0.8的时候，它变成是怎么样？它等于是 input 跟 output， 它等于是用都是乘以一样，但是它选的第一0.75、0.5、0.25，它去算这样子的结果，到底会是有什么样子的结果这样 ？OK， 然后。OK， 好，上面是用 normal 的 convolution， 下面是用 MobileNet 的方法，就是 depthwise，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accuracy actually 差不多1%，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乘跟加哦，它所一个是我看这个是4.8亿多，这个是不是4亿，这个 million
billion 就是48亿，然后这个是5亿多这样，所以几乎是9倍的一个多，就光那个是 depth wise 的 convolution 整个，知道吗？这个就是 convolution， 这个是用一般的 standard 的 convolution， 这个是用 depth wise， 它就是举一个例子。OK， 你就可以看到说哇好，那整个层跟加的运算就相差差不多9倍的一个 scale 这样。OK， 好，那第二个他要去比说，我刚不是 network architecture 中间有选5个 layer， 我到底是 channel 乘以一个比例这样子比较好，我同样是在省一些东西，还是我把那个 network architecture 从中间砍，就是那五个 layer 把它砍掉，刚可以看到。我的意思 ，OK， 好。他现在在研究，就是说我把 input channel 跟 output channel 乘了一个比例，这样子就是 channel 会变小，这个是第一种方法，这个叫做变瘦。那、啊、这个是 network 又整个从上面到下，我中间选这5个 layer 出来，然后我把这5个 layer。掉就是不要这五个链，那是变矮嘛，就变削弱，一个是变瘦，这样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那基本上他做的实验就是，OK 好，那基本上他是说就是变瘦是比较好，他就是用一个他不晓得有没有这个 OK 好，他这个是用乘以，就是那个 alpha 设，一个是 alpha 设定成 0.75， 一个是把5个 layer 砍掉。那说为什么砍5个？因为整个算出来它的乘跟加差不多，它的 parameter 也差不多，他用这两个来去算它的那个 accuracy 这样子。OK 好，那这一边就是去计算它的参数，然后你去乘以，就是前面那个一啊，0.75、0.5、0.25，就我刚讲的那个 alpha， 就是你去把 channel 就是怎么相乘以后会变成怎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相乘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整个运算从41个 million 到5亿多，然后参数这个是50万个，这个是420，那边是。有这样，所以你基本上可以依照你所想要的一个运算的速度，然后参数的大小，然后在 accuracy 上面做一个 trade-off 这样。OK， 好，那这边也是比较就是 resolution， 就是我的就我刚刚不是讲说，他也在想说，前面的 input 的resolution 如果做一些设定上的调整，我不要是224，我可以是128、192啊，然后我这样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他说这边算出他为什么参数一样，我有点觉得参数不应该一样，为什么？还是说他有去配点？这边我没有细读，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整个 resolution 的影响对整个 accuracy 好像没有差很多这样子。但是 resolution 对我现在用的实际，我觉得这个它是不是有做一些 padding 的动作还是什么，这个我就真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比如大部分我们碰到什么1024×768的那种工厂的照片其实很多，那基本上如果说到224其实是说很多这样，但是你不说到200多，基本上你在跑的基本上很容易就是 OOM， 就是 out of memory 的状况。因为我要跑一个1384×512的，我基本上你 batch 只能设到4顶多，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你的 GPU 的 size 大概多少？ 11D 啊。啊 ？11D。已经将近800。对啊。差不多是不是？差不多，大家都差不多。这差不多，但是当然我觉得背景设到4又有点就是我靠，那就是真的是天问地案。有时候圈不起来，不知道是背景太小还是。对啊，我就觉得就是觉得背景这么小，你应该你即使圈，你可能
就是你搞不好那天如果要调很小还是什么，我搞不太清楚。但是你要做那个实验，就要做很久这样。对吧？这个是一些我看后面，因为MobileNet 比较不那么重要，我大概讲一下，我们等一下进到 B2， 因为他这边拿出来比，他也是拿他的 GoogleNet 啊 BGG16 这个比较旧的模型出来比这样子，他就没有就是拿真正的比较新一点的 OK 哈。然后 SqueezeNet OK 哈，那这边这边有没有什么？是。他这边是有说，那这个应该是，看这个应该是什么？哦，这个是 face attribute。那这个动作就是他拿 face attribute 已经串好的大的网络，他是用 MobileNet 去认他的，等于是我 Mobile 当作一个学生，我去有点像是 learn from teacher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为什么会比较好？我真的是想问，就是说。我去 train 一个比较小的网络，但是我的 target 不要设定 ground truth， 我 target 设定是这个大网络的 output， 结果这样子我认出来会是比较好。那我在猜它的 output， 比如说它可能 neural network output 有时候是0.多啊，它不一定是 one hard 这样子的一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认出来比较好？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它做了这样结果，它其实事实上。他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样 ，OK， 这个 face attribute， 然后他有做 object detection。那比较有趣的是，他从第一篇开始，他就是做 SSD。我那时候在想说 ，YOLO 跟 MobileNet 应该可以串一起，但是我那时候因为真的不是很懂，也搞不太清楚 YOLO 到底在干嘛这样。后来就是。我有六单内，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我知道，一个是属于 CNN 架构，另外一个是 Object Detection 的 Framework， 其实是很多东西可以混用的，对，组合在一起的。我看它有一个 SSD 3，它有，等一下我不晓得，看一下。这个是。等一下我对不起，等一下我有一个，他后来在，我忘记是在等一下 V2 或 V1 或者是 V2， 就 SSD 本来也是用一般的 convolution， 他也把它换成就是 depthwise 的一个 convolution， 它叫做 SSD Lite， 啊，这应该是在 MobileNet V2。所以现在 TensorFlow 有一个 Object Detection 的一个 Framework， 它就是用 SSD Lite 加上 MobileNet， 应该是 V2， 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来做的。好，那我们到 V2 去， okay， 可以吗 ？V1 那样子，大概就是有一点。那些表格，因为我有一点点忘记，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它大概基本上精神就是 depthwise 的separable convolution， 把它事实上那个动作不是这一篇 paper， 实际上它在别的 paper 已经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后来陆陆续续有被用在很多其他的就是 CNN 的架构里面。用比较大型或什么都会用到这个东西。那我们知道说 CNN 后来应该是在这个之前或者这个之后，后来最重要的是一个 residual 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子要去把它就是串起来这样子。residual 的概念就是 MobileNet V2 整个就是要去 adapt 的一个东西这样。中间部分会有，它有加了一点数学去解释，但是我一直很尝试的想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讲那么清楚。OK， 好。OK， 好。那我看，他后来就是说用
MobileNet B2， 然后再配上不管是SSD line， 然后就做了跟一些比如说 DeepLab V3， 再跟 Mobile 的 Semantic Segmentation， 它会做一些跟他们这一些的比较。那其实 Key Point 在这个 V2 里面是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 Residual 的 Structure 的相反 Invert，第二个是 linear bottleneck， 所以 linear bottleneck 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到最后本来就是我最后要把它串起来的时候，本来一般我们的 activation 都是 reloop， 但是他在这边他说这样串起来不要用 reloop， 你用 linear， linear 意思就是不要做任何动作，其实这样子结果是比较好的。OK， 好，那就是只有这两个概念，这个图不是那么清楚，我看下面的东西。好了，就是它就是这样，就是 input 进来，它先把它 channel 就是长大 ，channel 长大，你就是用一乘一的convolution， 然后你的 channel 就可以放大，它 channel 先把它放大 ，channel 放大以后再去做depthwise 的 convolution， depthwise convolution 你可能做一次两次以后，最后再用1百万再把它收回来，就是收回来的时候呢，最后这边的时候呢，你不要做 reloop， 你这边做的是 linear， 就是在这一块做的是一个 linear。 我下面有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晓得这边有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它进来假设是56乘以56乘以24是它的 channel， 它先放大，那放大的比例呢，大在这个 paper 它研究的结果是觉得6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数字这样，所以它会经过这个 expansion 会变成一是什么，这边应该是 OK 的吧，你就随便去 apply 一个100万的 convolution， 你的 channel 选意思是你一出来就是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然后这边就是简单的 depthwise 的 convolution， 然后我再把它压回来到本来的那个 channel 的 size， 它这个叫做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projection convolution， 然后 residual 就是前面要在后面让这两个把它加起来，它的这边的动作记得它这边的动作叫。不可以用 reloop， 那它会 OK， 这边就是一个一样，就是那当然就是它会加上 fetch normalization reloop 6， reloop 6跟 reloop 最大的差异就是 reloop 6就是我去做 cropping， 就是超过6的我就把它砍掉，就是因为它不让它太大这样，它其实这样的概念也基本上还好，可以接受。所以这边有 reloop 这边没有，没有就代表什么 linear，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这边是前言，这边也是跟前面的那个废话是一样的，就是。他这边讲，等一下，他为什么说这个是 residual 的 invert？ residual 的 block 它是先，它你在这边是先长胖嘛，先从24到14是长胖 ，residual 是先变瘦，然后再做 convolution， 然后再把它长胖回来，然后再做一个 connection 这样。residual block maybe 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它的动作是这样子。所以他这边做一个，这边在有什么 ？OK， 这边其实是一样。OK， 好，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看，就是说，假设我的 input 是这样子的一个螺旋，然后我随便用一个 T 是一个matrix， 我因为螺旋本来这个是一个 2-dimension 的，我先把它丢到一个 n-dimension， n 可能是
三啊五啊，十啊十五啊 ，OK 好，就是，然后我把它拉上去以后，我再把它做 redo 以后，再把它用 T 的 inverse 再把它转回来到dimension two。啊，所以看到说这边如果是 n 等于2的时候，它的很多讯，或等于3很多讯息已经没有。那到30或15的时候，它可能本身不是 convex。那说这边是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但是在他意思说你要拉到比较高一点的 channel 去，事实上是去做在做完 redo 这个是比较好的这样。所以他的意思是，基本上他用这个来证明，但是。我没有觉得他解释的很好的呀 ，OK 啊，这样子就是绑设变换，然后留下第一象限，再绑设变换回来，就是绑设变换，绑设变换什么？就是你把它弄成菱形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那个矩阵应该是一个线性变换，对，然后 redo 就是只下第一象限，再把它变回来，那我想问有没有人评论说一般？我们平常去加个 bias， 他们有没有希望调回来一点？或另外是 leaky review， 也就是不要用线性，有没有人评论这件事情？我这边事实上，我觉得 leaky review 可能并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直觉是 leaky review 只是他希望他在那边还是有一点点的，就是什么，就是。规点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要通通是零这样。我觉得他感觉上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做一点。那加拜尔斯，对，加拜尔斯，把原先移走这样子。但是它的 transformation 经过 redo 已经不是 linear。你觉得这样子会有什么帮助吗？它只是最回来，譬如说以这个来讲，它回来它只是。可能原点不是在零，它可能是在一道比较上面去一点点的地方去的，是不是？我本来想说，那个情调应该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它没有这么移走。因为 review 应该是指下，妈是不是两个输出，因为是二维吧？是不是？就是把只是留下第一象限，我刚把它天真想象成，它把整个圆的分布移走，是不是？那它压扁以后。然后再切成第一象限也没事，然后再把它转过来。我懂你是，但是他这边可能只是要讲说，你在丢到不同象限，又经过 redo 以后，他只是做一个 toy example， 就是他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很大的 dimension 跟很比较小的 dimension， 他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这样，所以他基本上会认为说，在比较大的dimension 里面有一些 information 事实上比较 preserved， 就是在比较小的 dimension 同样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小的 dimension 它的 information 的 loss 是比较多的。那后来在OK 好，看一下，他这边有就是某对岸有一个人写的就是他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 ？OK， 好，现在没关系。我们先看到就是 exception 的 paper， 他也提到就是有一条就是你没有就是在就是当就是把 convolution layer 去做缩减，这个叫做 bottleneck layer 的这一边，你们要加上 redo， 事实上它的结果是比有加上。回路的结果还要好的，中间这个是 T 路，就是他用在他去实验说，在那种所谓八通里，就你比较宽的一个 channel 变成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 channel 的时候，你的 output 你有选，你有做 activation 跟没有做 activation， 事实上它是有差的这样 ，OK 好。他这个 ratio， 他是在这个在他的实验里面，他是觉得说六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比例这样子。
来这边他有去实验一些其他结构，这边我们就先不要讲 ，OK 哈。我来讲这个，就是说 ，receptor 的 block 是本来的 channel 是这么厚，你去把它变瘦，就把它做一个100万的 channel 去做压缩，然后做 convolution， 那 convolution 完毕以后，再把 channel 再把它放大回来，然后这边再过来再去做相加的动作。你现在 mobile navy do 等于是一个，它为什么叫做 invert？ 因为它是相反，它是先长胖。然后做 convolution， 然后再把它变瘦，相加。OK， 好，概念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是 ResNet 的话，就是做 pointwise channel 变成是 0.25， 然后 standard 的 convolution， 然后再做 pointwise 去把它长胖回来，然后再把它串起来。Mobile Net V2 呢，它就是做 pointwise， 然后六倍，然后300的 depth wise， 然后再做 point wise， 再把它涨回来这样子。OK， 好，这边哦 ，OK， 好，这边要讲的是你这个图证明就是说我如果用 linear 的 bottleneck 的话，我可以达到的。accuracy， 但是我如果在那个八周内列，我一样是做回路的话，它事实上就是 overall 来讲都是比我那一层不要做的时候还要好的这样。那、啊、这边要讲的是说，哎、欸，我的 shortcut 就是那个连接的部分是在它变瘦以后再去连接，还是本身胖胖的时候我就去把它做连接？还是说，哎、欸，变瘦以后就是做连接是？比较好的这样。那这个 MADDS 就是 multiply add， 然后再看一下 mobile net V2， V1 是大概是5亿 parameter， 大概 4.2， V2 可以看一下是 3.4， 有大概300个 million 的乘法跟加法。那 top 1的时候，你看它基本上是可以到72。1.4 的话，就记不记得那个 channel， 它是把它乘以就是 1.4， 本来都是乘以0.75啊，0.25，它反正 anyway， 它在做 hyperparameter 的调整的时候，它找到一个 1.4， 事实上表现是最好的这样。1.4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整个 top one 的 accuracy， 它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 top one accuracy， 几乎可以把它们就是吊打的这样，就是。他就找到就是乘以就是阿尔法乘以 1.4 这样 ，OK。然后这个右边是 CPU time， 这个说是啊 Google 的 Pixel One 的手机的表现这样 ，OK。好，这个就是 V2 的 1.4， 它可以得到就是一个就是 accuracy 得到。最佳的，然后这边是用 OK 好，这个就我刚刚讲的 SSD 跟 SSD Lite， 那其实这两个差异只有一个是标准的 convolution， 一个是用 depthwise， 所以看一下就是说他们两个的运算这个差不多多少倍，大概4倍左右，那你看到它的参数跟运算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这样子。那这边就是几个，就前面几个是standard 的 SSD， 然后加上一个 YOLO 的 V2， 然后后面是一个时间这样。它在这边等我等一下就有提到说，它的速度事实上是比 YOLO V2 还要快很多的。这个时间它没有，它有加一句话，我看一下。OK， 好，那我加在那边。他说他是20倍比 YOLO V2 还要更少的运算，然后10倍比 YOLO V2 还要更少的参数这样子。所以，另外看到没有？阿谢还有 B3， 对，还有 B3， 对，我 B3 也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评论，就是 B3 可以结合那个这种东西吗？可以。就是 depth 跟
就是 YS 的那个。跟眼睛跟就是它其实你把那个当 net 拿掉，换这个 mobile net 就好了。哦，那当年加 mobile net。当他们两个是在，他们两个是在，你要应该是说当内的变形，当内就是去做里面的对对，就是把它的 convolution 都改掉，改成就是就是对 depth wise maybe 会有一些东西这样子。OK， 好，它有一些其他的做 semantic，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样。OK， 好，那最后我们再回顾再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它的参数跟那个，就是基本上它自己，如果自己讲说，就是我 MobileNet V2 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它基本上是在倚天剑跟屠龙刀的上面，就是已经没有，就是还有倚天还有屠龙，它基本上他认为就以没有以这样的 size 你要做跟它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接近的话，认为是没有的。对啊，也事实上是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东西的。那，但是我觉得说，这个 software 就是 neural network 的 architecture 的，对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的改变是一回事。例如，但是有些时候，我现在感觉上比较像是，它比较像是用 hardware 或者是什么，它譬如它我设计一个网络是 hardware。友善的，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网络本身可以用，就是 hardware 的加速是很容易加速的。我觉得这个反正是因为以前在做 printer， 他会说我 printing language， 我的 chip 有可以针对这个 printing language， 我会做什么加速，我可以用到 hardware 里面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整个 overall 整个就上来这样。那我会觉得说应该会有一派的 study 会往。这一边去想，就是倒不是去想说，network 的，因为你 network 再怎么收敛，说实在，那还是 software 的动作这样子。但是你的 hardware 只要可以用到 hardware 的某一种加速，它到底怎么做，我现在还没有概念。然后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好，再用大家一点点时间，那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对，聊一下这样子。